这个是我们继去年哈，我们成功的达阵有欧式战之后呢，今年是第一批出来，也可以说是迈向双捷运。那么各位知道，3月26号我们行政院院长正式来宣布，我们已经黄线核定了，所以这个站今天要跟各位讲的魏武营站，其实就是欧10+Y18，它是双捷运，所以它的土地的价值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，而且同时对于整个的凤山中程计划，它是关键的角色，所以我们期待这个基地呢，合计有5450坪，那么它其实是3540的容积。非常的好。那么同时在这个基地里面，100%都是高雄市政府的地。那么我们经过一整年的整理，也把我们的南丰剧团妥适的整个迁移了。那么一年多来呢，也跟他们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。同时呢，我们把它迁到我们的魏武营的三联洞。那这三联洞里面呢，我要讲个故事。各位都知道，凤山中程的构成里面呢，其实我们今天本案是一个关键角色之外。另外各位也知道，我们前两个礼拜才见证了一个叫做这个三井这个拉拉破的这个签约。那么另外呢，三联洞呢也应该是在下个月我们会有一个大的 party， 因为南丰剧团之外呢，还有台北国立艺术大学哈，那么他们都会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也都会住进来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整个他们叫做 K Hub，所以有一个叫做拉拉破，一个 K Hub， 然后再来一个魏武营。那么这三联动的这个跟这个三件事情整合起来的话，我们预估呢，本案的这个总投资额了哈，结业年开双捷运哦，双捷运哦。那么我们已经是在3月30号哈，就是继行政院院长来之后呢，3月30号正式公告。那么距离现在来讲的话，我们准备要备标期5个月，那5个月的话就8月30来收稿。那么这个计划总投资额预计呢，大概是会高达183亿，那么上看它的总销呢会达到350亿，那也可以创下是国内第一个呢哈。我们一开始就设定了是取回一半以上的权利金，是国内首创。因为我们必须要把这一个土地开发呢作为有效的来挹注，因为高雄是4县齐发。所以我们急需要一笔经费哈，逐步的来还给我们的，我们这样子才能够不影响我们的公务预算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留下了50%的这个产权呢，作为是做商业使用。那这商业使用是我们希望能够至少创造6000个人的就业机会，因为那个地方是国内数一数二的，就是凤山中程的核心就是在魏武营，以及我们的魏武营的联合开发，以及拉拉破，以及我们的三联洞的 K Hub。有这5个元素，那你把这整个5个元素里面，我要特别讲的是指，因为它是双捷运，所以它是一个叫做 City Link， 是把这几个系统，包括我们的拉拉破，包括我们的这个捷运联合开发魏武营，那甚至是说就车站的这个秘密村都把它衔接地下层，地下的 City Link 全部会接起来。所以待会您看一下哈，包括这个模型跟这个整个的地下联通的话，应该是在国内。或者说算是在我们的高雄算是第一个很缜密的 City Link， 我说的 City Link 就做城市的连接网络，成为凤山中程最关键的一个主轴，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能够很成功。那么我们继前2周先到台北，已经密密麻麻的台北摇摇欲试，但是我们今天看起来国内高雄的至少也有十几家大家的哈也一起来，所以我们待会儿就来跟各位做这样的一个宣布。就是第二个呢，我也要跟各位报告，因为它是高达183亿的投资嘛，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我们的廉政署，包括我们的高雄地检署哈，以及我们的桥头地检署，那么这些都是那透明的协会等等，他来做一个廉政平台经过我们这几次的这个合作呢，我们觉得这个廉政平台对于整个投资人也好，或者是我们的公务人员办起事情都非常的透明。那我想再度的呼吁这是一个非常公开公平公正，而且是有廉政平台的一个正式成立的一个一个招商案。那么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完成签约，这是我们的目标，把凤山中程计划很具体的被呈现出来，这是我们的目标，谢谢。Okay， 所以各位想好看一下那个模型。这个通往凤山这条路好像很小，我们有没有些规划替代道路？叫东南会很大。不会不会，因为它都是地下化，地下它全面是地下化的。我们的这个红线跟我们的橘线都是地下化，所以它的施工黄线也是地下化。
哦，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防线系统基本上就是用地下潜盾的，所以它对于地面的这个不会有太大影响，所以这是我们考虑的很周到。那更刚关键我说了，它是一个 City Link， 就是说这几个包括左这个卫武营以及卫武营的捷运站，包括拉拉坡，那么它整个都会衔接起来。我相信那地方的话就变成是一个很流畅的一个地下联通的一个 City Link。好，进步都做一下就对了。对，是。有兴趣的厂商我们待会可以听我们的委托的中粮联行他来说明，应该是我们非常有信心，这个案子应该有信心。所以副长，所以他整个那个什么 network 他都可以 connection 嘛，他就是 connection 在一起的，所以我给他称之为这是高雄第一个很强烈的 city link。 是啊，那另外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双捷运，这台是，而且第三个这是国内第一次哈。一开标的时候，我就要求是50%，我们是要希望能够给我们权利金，另外50%是留作我们的这个房地产。那么房地产的部分是要作为我们自己要进驻的一些艺术之丘，我们给它定名叫做卫武营的艺术之丘，是希望把这些卫武营所散发出来国内最顶尖的这个叫做 performing art。Performing art 就是表演艺术呢，那种扩充到我们这个基地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宜住宜居宜商啊，那么宜做艺术，所以它是个很多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地，而且总面积高达1.8公顷了哈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是应该是梦幻之招商案，然后同时也应该算是一个叫做兵家必争之地。那么把整个凤山带起来，也可以称之为是我们的东山，我们高雄市区的东区门户的一个好的计划。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